是吧？有什么事吗？李念欢，我没关系。这么快，什么也没装。年轻人的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看他没什么兴趣，就算了。 甭管他，你以前生日都怎么过的？工作中过，还好今天不用出差。来不及准备礼物，就用这个先将就一下。这什么呀？随便填，平条对话，终身有效。 你是在认真的追我吗？还是你追每个女的都这么认真？我发誓啊，绝对不是大批发。切，人杨过大侠都三根金针，三个愿望，你就一个，真抠。那能一样吗？他那仨愿望，那等于什么呀？就说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就这心不可以。那是劝你郭襄放手了，我这不一样，我就一个，真心真意全都给你。哼，你可真能扯。 那你得盖个章，要不谁知道是你写的呀？啊，大点儿。 我是认真给你在涂呢，美艳。哎，你一大男人大庭广众擦个大口红，你还是面不改色，真是不害臊哎。还有告诉你啊，你用过的口红涂在我嘴上四舍五入，那就等于你亲我。那你快闭嘴吧。盖章。 慢点，哎呀，哎呦呦，慢点，站住了！哎呦，喝多了，小心点。有点冷。哎，那回去一个人睡，干嘛？<笑>我们回去不都是一个人睡吗？也可以不冷啊。 想过了啊，昨晚呢，咱俩属于酒后误事。什么酒后误事啊？那都是小年轻心怀鬼胎、自欺欺人的借口。咱们俩都不是那种人，清醒的很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就属于是得偿所愿，水到渠成。天助我也，好事临门。你给了一辈子会的成语都用上了吧？心满意足，心想事成，称心如意，如愿以偿，志得意满，美梦成真，马到成功。行行行，你别说了啊，咱俩都是成年人，所以谁都不用对谁负责。 今天我出了这个门呢，你就一拍两散。散不了，散不了，你得对我负责。你有病啊！有病，相思病。我对你现在是刻骨铭心，念念不忘。让人刻骨铭心、念念不忘的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对你这种，就是欠钱不还的那种。咱俩这种呢，属于相忘于江湖。
楼上楼下的什么江湖啊，忘不了。想想怎么对我负责吧。神经病。